晚上好，我的朋友们。谢谢费兰的一票，谢谢。谢谢霹雳熊猫四八的一票，谢谢你的一票，谢谢你的十票，谢谢霹雳熊猫四八一票，谢谢橘子小可爱呀一票，谢谢灿灿的一票，谢谢 GUCS 的一票，谢谢哎呀呀呀甜妹在吗的一票，谢谢谢谢啊，谢谢天使者一票，谢谢 Y 的阿铺的九票，谢谢你。晚上好，我刚刚排完练，谢谢阿宇的一票。谢谢烤肉酱酱酱，你这是在卖萌吗？这 ID 的一票，谢谢你。谢谢烤肉酱酱酱，哈哈。谢谢安利安玻璃宝宝的一票。没有兴奋啦，没有了，没有啦。我的膝盖爆炸了。我还挺喜欢我这一次这个 UNIT 的。嘿嘿嘿嘿。谢谢 Nice 的九票，但是这个 unit 全程在用膝盖在地上摩擦，还有一个用膝盖旋转的动作，我的膝盖爆炸了。今天为了谢谢蝎的九票，就是说为了给马老师展示一下，就是为了给马老师看一下，然后。因为不知道要带护膝，今天不一开始不知道要带，就是老师忘记说了就没带护膝，然后但是要拍视频给马老师看嘛，就看排练，然后我就排练的时候我就强行用光腿，我还穿了个短裤，用我的膝盖旋转了一下，然后我膝盖就爆炸了。然后呢，然后杨姐就跟我说，有的时候人不能因为就是说，谢谢小小小太范的99票，谢谢你的99票，然后他说人不能为了一时而风光，我觉得他说的很对。谢谢小小小太范的99票，谢谢你，太谢谢你了。你的99票就像是今天把所有要排的东西都排完一样的快乐。谢谢女朋友的一票。那我不知道嘛，我不知道今天用膝盖。谢谢江南孤剑的一票，谢谢海上富吻的一票，谢谢季节小可爱的一票，谢谢雾的九票，谢谢你。怎么猫叫这么大声啊？谁家的猫？没有啦，但还好，我膝盖很坚强，你们也是知道的。明天会记得带护膝的，放心吧。我不是那种叛逆的人啊，我是。谢谢四清小朋友的一票，这么晚大家都没睡啊，不会是在等我电台吧？好感动啊！谢谢 YBY 的光一的一票。嗯，好感动啊！谢谢今天也不想长高了的一票，谢谢你的一票哦。什么叫做谢谢哈哈的九票，谢谢你。谢谢天行者的九票，谢谢。我明天一定会露脸直播的，气死我了，也不能说气死我了，今天没想到会排这么久，晚上回来还要排。谢谢雾的九票。明天我要挑战直播3个小时，哼。干嘛？不想看我直播吗？很过分呢。明天不知道几点钟能播，应该据说明天应该还挺早结束的。谢谢 NC 平方的一票。不行，我必直播3个小时。然后后天必直播4小时。谢谢喜欢拐的小狗狗的一票。那大后天，大后天是几号？今天5号，大后天是7号对吧？谢谢昵称与存在果然存在的一票。
7号我就从7号0点钟这个直播我就一直开到晚上7点。怎么样？谢谢噪音哟的一票。干嘛？努力一下嘛。对，8号官方组织直播，谢谢酒家的一票。谢谢魔术小黑的一票。对，这是第一次总选不用握手，还挺难过的。对，哦，今天官博有发图，我怎么不知道？对，这是第一次总选不用握手 ，nice。你们想要这样的，听到这样的话吗？可以满足你们，谢谢昵称的一票，谢谢 nice 的一票，真的挺难过的，感觉已经习惯了。就不管开心喜悦都很想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也不能说分享，喜悦就一起分享吧，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疫情我们不能见面。 nice。 谢谢搞个什么昵称好捏的一票。没有，谢谢搞个什么昵称好捏的九票，谢谢吃啥呢给我掰点的一票。好，给你掰。哎呀，没有，哦，我想见你们，特别想，特别想，真的，哥哥是爱你们的。谢谢安妮来了一票，谢谢你笑得好开心的一票。没有啦，不会啦，没有没有。哎，不知道6号晚上要直播，不是不是要直播多久，要搞到几点？我希望能早点结束。谢谢我 YBY 在胡说八道的一票。以前都是凌晨才结束，是吗？我不记得了，但早点种菜就能早点结束。其实我觉得现在排练很多时候都是在虚度光阴，浪费人生。就比如说今天排这个总选环节，大家都是老总选人了，还非得排一次报，按照中报报一下票数，然后每个人上去，然后拿个奖杯说一句话，没必要，烦死了。有新人，那新人我不管，我不管。不高兴，对呀，新人关我什么事儿啊？嗯，用排练排的我真的不高兴。谢谢 YBY 的路人粉丝的2票。哦，我还有路人啊，不对，不能这么说。嗯，谢谢你的2票，我什么都没说。我今天早上11点钟就到那边了，谢谢空城旧少年一票，一直拍到了晚上快10点，谢谢海上富人的一票。嗯，拍到，我不都不高兴了，我真的很讨厌大型演唱会排练。嗯嗯嗯。
谢谢绷不住了的一票。我不喜欢效率低的事情，确实，就是效率一低，我就会很烦躁。我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谢谢我绷不住了的一票。说实话，我也需要，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自己？谢谢四季奶昔的一票。谢谢青铜时光的一票。谢谢 YBY 的刘双的九票。谢谢青铜时光的一票。谢谢青铜时光的一票。谢谢青铜时光的一票。对，就是在白等，而且昨天还不给点外卖，我在那里无聊死了。但今天就叛逆了，偷偷点了外卖，然后跟 staff 姐姐偷偷出去拿，然后拿外卖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叶总，我们两个人就把那个外卖藏在身后，然后等超过了，就是走过他了之后，又把外卖放在身前，有一种上学的时候那种感觉。对，就是学校里头偷偷点外卖。而且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哦，不，好像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吧，我们中心是有一个借充电宝的，就是也是美团的那个借充电宝的，然后据说是因为人家嫌放在我们这不赚钱，然后就给撤走了，然后我今天就没有充电宝了，今天一天四处借充电宝为生。无语了，我都觉得，我不觉得，我觉得不科学，怎么可能不赚钱？我每天，我们那个充电宝那个机器都是空的，我老是不记得给我充电宝充电，你知道吧？我充电宝可能有一柜子，但是我就是一个有电的充电宝都没有。谢谢我杨斌不会被骗了的一票。不行，今天也不借，明天再借 staff 姐姐的。谢谢杜兰特喝你洗澡水的一票。嘿嘿。谢谢池小莫的一票。呀、yeah, ，妈妈。这种时候不必脆弱啊！谢谢我最爱圈圈的一票，谢谢全网唯一水飞 gay 的一票，怎么可能是唯一啊？我不相信。你看，包括我就有两个了。好了，下一个话题。随便磕磕，随便磕磕，不要当真。谢谢 Tricks 达人的一票，谢谢 Sang 的一票。谢谢家里蹲鸭子的九票。谢谢深打纳米洞的九票。我跟搜索毕业了，太过分了，张琼宇。因为今天我们当时在排练，然后就反正听到了一首歌，就聊到了如果底木要复活，就是要但是条件是你必须永久一级，永久一级 SNH48。 然后张琼宇说，老师我要去 H 队。我坐在旁边我就生气了，怎么会这样啊？唉，罢了。那个说着插队是他永远的一个家的张琼宇已经变了，
他可能，其实我也是能理解的，毕竟熊熊哥哥嘛，可能想去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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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队好像马上又要来新人了，好可怕，友友们！哎呀，不是啦，因就是错了，16期生，对，16期，没有。就是我想解释一下关于音的大这件事情，好吧，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因为我确实做了这样的事情，对不起，我太差劲了。谢谢杨斌的94的99票，谢谢你的99票，谢谢你。知道了，知道了。请问21岁语录是什么呀？有人能教教我吗？21岁还有语录呢，16期有前辈吗？我不知道呀，你问这么仔细干什么？哼，市场调研，哼，不行。只有我可以市场调研，懂？就怎么说呢？说实话，真不知道。我现在都没见过16期生呢，谢谢大眼儿的9票。但是很可怕，我们队现在就有好多新人了，我们队现在就是从14期开始算，我们有几个新人了？3339个。友友们，再加上16期，我们队有9个新人了。我希望大家能给新人队一些应有的尊重。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插队永远年轻。莫拉姑，真的，你想想看，一个队16个人，9个新人，就离谱。谢谢好的宝的一票，我倒是不辛苦了，因为一般来说新人都不会敢跟我接触，呵呵。我跟你们说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无辜啊，确实是，就是说每次一有新人一来我们队，我就会主动加他们微信，然后跟他们说啊，我是插队的队长杨斌，你可以叫我水水，然后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随时欢迎来找我和吕一。可是从来没有人找过我，我不懂，我不理解。因为吕一是副队长啊。
跟你们进团了，好吧？快点进团，巴里巴里巴里。齐晋找我吃螺蛳粉，那都是几年后的事了。干嘛啦？我很温柔的。其实我跟你们说，我对主动就是展现出喜欢我的人，非常非常温柔的。而且我很护短的。真是的。现在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啊？跟我熟了不就好混了吗？再说一些胡言乱语啊，确实是死命骂塞。嗯，说到插队就一个齐晋和我混得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幽默。我想到以前看到了一个非常幽默的事情，就是我以前看到人家说，为什么插队齐晋一直能带 C， 因为他跟杨幂的关系好。真幽默呀你。有这种好事，我不自己先挑。笑得想死。谢谢宋先生的王子的酒票。所以是因为是，当然是领导选的了。想啥呢？开始了，造谣了啊！我是领导，这种话都说出来啦。反正确实很好笑这件事情。友友们，家人们，队长的职权真的没有那么厉害的啦。笑得想死。海底捞爆了呀！准确来说，没有什么权利，什么权利都没有。谢谢无趣的林白白的酒票。不，没洗脸，加斯特洗一下手啦。有什么权利啊？就是有嘴炮的权利。
就是嘴炮，比如说跟我混好了，这种权利。那全口袋唯一不实名的权利，可不是队长的权利，那是大王亲女儿的权利。优先择偶权，你在说什么怪话呀？如果在大王在听的话，给我点面子。不要发律师函。你们明天要上班吗？明天请假。哦，明天周四，明天是什么啊？不对，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我发工资的好日子，好运来。谢谢少时的酒票，谢谢你。那这不是明天才能知道心情如何吗？谢谢微笑的99票，谢谢你的99票，谢谢你。希望明天心情很好吧。Nice，确实。谢谢宋先生的王子的9票。明天就要进场馆排练了，救命！最后的九节工资，你啥意思？不必提醒我，好，神奇的意思，好，希望吧。我现在又想去占卜了，说实话。谢谢大勇的9票，希望吧，希望可以领神奇的工资。谢谢雾的9票，确实。臣妾公测九姐工资差很多吗？那还是差一些的。谢谢 Tricks 达人的9票，那还是差一些的呀，要不然人家怎么能叫神七呢？谢谢 Y 的阿婆的9票，谢谢机器小可爱的9票。这个房间的人，大家果然都很聪明啊，一点即通。谢谢事实紧啊1票，谢谢你，谢谢碳酸饮料拜拜的1票，谢谢黑的9票，谢谢大洋人的9票，谢谢大洋人的9票，拿了神器工资，明年圣诞更上一层楼，好，谢谢钟离的1票，拿了神器工资，明年圣诞。投入他一辆车，呵呵，开玩笑的哦，不要当真。我投入也是投入奇瑞 QQ，谢谢23的1票。算了，今年就已经3辆奇瑞 QQ 了吧？二手奥拓是什么？啊，你们不知道吗？我心里奇瑞 QQ
不行啊，你们这是在炸我。我感觉到一丝不对劲，怀疑你们是在炸我。谢谢 J 的酒票。放心放心，但我投入的很快乐呀，对吧？嘿嘿。不好意思啊，再玩一些剃眉刀。再玩一些刮眉刀啊，谢谢 Sing 的一票。谢谢三号很骄傲的一票。没有啦，就一年一次嘛，一年一次嘛。谢谢。其实 QQ 哪有那么贵？不可能吧？其实 QQ 在我心目中不是这么贵的车。奇瑞 QQ 不是停产了吗？谢谢喜庆玛莎拉蒂的一票。那对不起，我高攀了，高攀奇瑞 QQ 了，好吧。对啊，你们执着于套话，大家就欣赏我的公演就行了，不要这么有求知欲的想要知道我的成本。谢谢宋宪的王子的一票。值得，好吧，悠悠们，为了你们值得。谢谢快乐小瓜的99票，谢谢你的99票，波波。感动是吧？哭，给我哭，给我哭。谢谢绷不住了的一票，嘿嘿。就凶，就这么凶，谢谢我绷不住了的一票。一大声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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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在想，谢谢水推绷不住了的一票。我想后天，不对，今天已经是5号，我想6号早上如果有空的话，我想去把皮肤管理给做了。要不要染头发呢？要不要染呢？好纠结啊。为什么不要啊？我现在这个发色到底好不好看呀？就是有点亚麻棕。就是之前谢谢曲言的一票，我觉得现在颜色跟宋夏生日公演的颜色差不多，你们可以回忆一下。我没说要染蓝色，谢谢宋夏的王子的酒票，必不可能演唱会染那么跳的颜色吧？虽然现在好像大家都颜色都挺五颜六色的，好像也没有怎么被说。但是不能在总选唱会染这种
颜色，谢谢松信海的王子的支票，万一翻车了我就要哭唧唧了。确实，其实我最近发质真的还行，那个托尼老师送我的那瓶发膜还挺好用的。对啊，奇境就是现在见到叶总都绕着走。他一见到叶总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就把帽子压一压，把头发往后面再拢一拢，因为他现在是个黄毛啊，金毛，大金毛。哎呀，我今天看了一个抖音一个视频，好可爱，晕，就是这个那个博主，他就在路上看到一只金毛，然后他就喊大金毛，然后那狗不理他，然后他主人告诉他那个博主那只狗叫皮皮，然后他一喊皮皮，那狗就突然愣住了，然后他又喊了皮皮，然后那狗就扑了过来，超级可爱。那狗愣住那个表情真的很真实，你们知道吧，可爱死我了。然后我想到之前就是说为什么金毛不能够当警犬，因为在金毛的眼里谁都是好人。想要榜二头像，想要榜二头像就说明你没有好好看我的抖音。绷不住了呀，家人们，哭了，泪目了。谢谢好的宝的一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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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就晚安了，好吧，晚安。也不能说这就晚安了，抬头一看已经一点了，哇哦。谢谢我绷不住了的一票。怎么就一点啦？什么最近不更新啊？明明我前两天还更新了。谢谢安妮来了的九票，还在工作，好努力，为你鼓掌。啊，真晚安啦。不晚安，不，我和我的倔强要坚持到2点。不行，不睡，不睡，明天不用早起，明天下午才发车。那不如3点，也不是不行。不，我相信3点钟也会有人听我的电台的。谢谢 J 的一票，就是会换一批人的。你想想看，可能会有半夜2点钟突然醒来睡不着，然后打开电台，打开口袋四八，发现自己的推没有在直播，然后一发现，哎，哇 ，YYY 只有 YYY 在直播，那点进去听一听吧，然后他就加推了，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发生的。嗯，谢谢喜提玛莎拉蒂的一票，谢谢双线的王子的一票，谢谢本源寿星不熬夜的水水的一票。对，然后给我投了一票血钻。谢谢宋宪的王子的九票。好，我直播24个小时。家人们，我刚看到一句话，我要流泪了。谢谢割肉小能手一票，谢谢本月寿星不熬夜的水水的一票。
他说那个人的账户里面刚好剩下他给他推投了9999之后剩下的一票。你说说你是人吗？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流泪了呀家人们，无语，无了个大雨、真能编啊、哦、真思维转的可真快，脑子想的真快呀。对，一票是情，一票是爱。谢谢宋熙染的王子的99票，谢谢你的99票，谢谢你。谢谢奶粉的信仰的1票，你看骗到了。谢谢搞个什么昵称好难的9票。没有，你知道吧，最近我在看，我有的时候下播我会去做一些市场调研，会调研大家最近都是怎么直播的，然后发现大家真的整活都很厉害，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智能了。谢谢宋夏的王子的1票。比如什么大冒险啊这种东西，这种游戏啊。没想代拍，因为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会收了钱不办事儿。非常清楚自己啊、哦、不行不行不行。我可以开创一个比如说9票然后帮你喝一口可口可乐这种活动，因为有的人减肥嘛，他就不能喝啊。谢谢大眼儿的9票，等一下，谢谢本月不熬夜寿星的9票。喝两口了，等一下，谢谢啾啾的9票，谢谢家里炖鸭子的9票。谢谢 AA 的9票，谢谢脖子疼疼的9票。再喝再喝，谢谢本月寿星不熬夜水水的9票。确实百事可乐的话这不得9999吗，谢谢喝百事可乐的9票。等一会儿要是人没声音了可能是去上厕所了。谢谢奶粉的9票。也可以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减肥嘛，他就不舍得吃东西，不舍得喝饮料，我可以帮你们喝。谢谢灿灿9票，谢谢灿灿要拜拜1票。可以带水饺，谢谢宋显的王子9票。你们好过分啊。晚安睡了。咸豆花，谢谢割肉小能手9票。咸豆花，不行，谢谢卑微小说9票。一律就是我不能接受的东西，一律都要9999票，因为这是尊严问题，懂？人还是要有一些尊严的。
看，像我以前就不能接受我其实弟弟，我儿子有老婆，但后来他的女朋友给的太多了，那我没办法了，只能接受了。人嘛，生活嘛。都怪你们，再打嗝了，好不少女偶像啊，嗯。谢谢割肉小能手九票，谢谢脖子疼疼九票，谢谢九九九票，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谢谢深打糯米冻纳米冻的九票。没可乐了啊，这个业务最多还剩下两口。谢谢一团的九票。台风囤了两箱，早就喝完了。我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可乐，我希望大家能清楚这件事情。谢谢碳酸饮料拍拍的一票。因为我有在运动，所以我骨质不会疏松的。晚安。哎呀，我就这么一点爱好，我的人生就这么点爱好，连可乐都不让我喝。谢谢脖子疼疼九票，太过分了。谢谢碳酸饮料拜拜的一票。油不改。操心死了。我的爸爸妈妈们。之前有人给我送了钙片，已经有人给我送钙片了，不用担心，早就已经有人给我送了钙片了。一天吃几片，写的非常清楚。考虑到了我不会看英文，给我写好了，很贴心哦，确实是，谢谢。吃了，真吃了，我晕。虽然不是天天吃吧，但是就基本那在吃的时候是两天吃一次吧。嘿嘿，谢谢布拉布拉蹦的一票。我小时候特别特别，你们知道那个叫什么？快乐成长，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是叫快乐成长吗？哦，成长快乐。谢谢宋希安的王子的九票。哦，原来他叫成长快乐啊，就是一不小心记反了啦，毕竟人家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啦。嗯嗯嗯，那个好吃吗？我觉得不好吃。那个是巧克力味的对吧？是巧克力味的吗？我记得是巧克力味吗？不好吃，我觉得可难吃了。那个，我小时候我妈逼我吃那个。我小时候唯一爱吃的就是维生素片，因为很像橘子味的糖。
生命一号是什么啊？高乐高是什么啊？蓝瓶口服液又是什么？脑白金？摩拉菇？阿华田我知道，但我不喜欢喝阿华田，可能因为我小时候不爱吃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些东西。生命一号我是真不知道，因为我不爱喝阿华田这样子的饮料，所以不喜欢。那你们知道金麦吗？是叫金麦吧，一个麦片的品牌子。我搜搜看，应该是叫你看有人知道金麦麦片真的很好喝，是我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麦片。直接干吃，你不觉得太甜了吗？谢谢 DY 四的99票，谢谢你的99票，谢谢你。谢谢你100票，谢谢 DY 四。因为哦对啊，喜咪妈声音叫金卫，居然叫叫金卫麦片，超级好喝。我记得以前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睡前会有个夜宵时间，然后会发那种，他会发那种小的糕点。然后但是像麦片啊牛奶什么是自己准备的，然后呢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下了晚自习之后冲上一包金味麦片然后吃夜宵，真的很开心。奢侈点就冲两包。谢谢宋先生的王子的9票。小学因为你住校就有晚自习啊，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住校了，哎，好伤心。又到了童年 emo 时刻，他们又要开始抽烟了，你看我预判的很准吧。不过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是学校强制要求住校的，然后上初中开始也是基本上强制要求住校。六年级的时候强制要求住校，然后星期天还要上课，我都不知道我六年级是怎么熬过来的。工作也要住校，这不叫住校。那我们学校确实挺大的，我们学校是从幼儿园到高三，你可以从幼儿园到高三一次性到位，一次性解决。低年级的时候是大家每天会把衣服一起送到老师那，然后每个宿舍会值日，这一周是你抬，就拿个筐然后一起抬到洗衣房，然后等每天晚饭结束之后再从洗衣房抬到宿舍，然后就放在老师房门，然后大家去取衣服。
很容易被高年级的欺负，倒也不会啦。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高年级欺负低年级啊，我上初中那会儿，小学人就拽的要死。哈哈哈，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社会，但确实是这样的。小学生很拽的。那我以前也怎么说呢，哎，反正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脾气很不好，但也不是说欺负别人啊，就是反正就是很，哎，反正我不太喜欢，不是很想回忆在学校的生活。也不是不是很想回忆，就是不是很想回忆在学校社交生活。但我们以前我们学校真的挺，就我们学校条件还是挺好的，就是管的比较严。管的比公立学校还严，以前我特别不能理解。对啊，住校出不去，住校你必须要请，就是那叫什么请假条，反正要有请假条你才能出去。嗨，那怎么说呢，因为吧小时候比较中二，小时候对于私立学校的印象就是那种爱丽斯顿商学校商学院电视剧害人啊。私立学校也没有很厉害了，就是学费贵了一点。我那个时候很向往公立学校，因为我上初中了之后，就是我小学有很多同学都考去别的学校了，然后我每天看他们的生活，就觉得他们的生活好有意思啊，在公立学校，老羡慕了。而且我们学校现在好像管得越来越严了，后来听说我们学校现在管得越来越严了，保安以前都是几，就是以前只是校门口有两个保安，然后校园内巡逻一个保安，然后现在巡逻都是一个队的保安去巡逻，我的天哪，贼拉吓人。反正听现在的我以前同学说老吓人了，就现在越都管得越来越严。不过以前我们学校的伙食很不错，我们学校的餐厅很不错。哎呀，想念了，拉踩一下中心食堂。不，瑞哥，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过吗，瑞哥现在他上的是国际的那种中学，我觉得那种才是我心目中的私立学校，就是教学理念很开放。他们还可以自己带电脑，然后还有什么电脑房什么玩意的，然后课外生活也很丰富，
不是跟你们说过吗？他有什么，就他学校有什么戏剧社，什么玩意的。但就这，他们学校还居然不是海口最贵的学校，我震惊了。我觉得在我不在海南这几年，海南真的发展的好好啊。我当时听我爸说海口最贵的学校好像一年学费要6位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数字啊，我只是听我爸这么说的，很离谱吧，很离谱。你说这学校是咋的，入学就发钻石了，发钻戒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是这个数字，但是我就觉得在海南这个学费很夸张，要在上海我还能理解，就觉得在海南这个消费有点，不过海南物价真的很贵。主要是可能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就没那么贵，所以现在我就有点无法理解。谢谢最贱轻盈那一票。我弟真的很好笑。我爸老跟我说谢谢一团的一票。我弟他的那个兴趣爱好他报的是航模，而且他就是玩的还挺好，前两天来参加比赛也是参加航模比赛，然后我爸就跟我说我弟一眼就相中了最耗钱的一个爱好，最耗钱的一个社团。我就跟他说看吧，你女儿还是很给你省钱的，当年。不过当年我们也没这种社团，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都是参加的画画课和什么舞蹈课，然后上了初中之后就不给参加这种兴趣课了，然后初中会有社团嘛，然后那个时候参加是 cosplay，cos 社，动漫社啊，动漫社，对，不能叫 cos 社，动漫社，很中二那一会儿还是个二次元。其实我那个时候还很想参加街舞社，但我们学校街舞社就是整的还挺那个的，我都不好意思参加，因为毕竟以前没有舞蹈经验嘛。谢谢宋欣染的王子送的九票，谢谢无所谓不重要的九票，就是整的还挺好，谢谢无所谓不重要的一票。他招人还得给他来一段，我不行了。那个时候我只会跳 I sa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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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sh， 天哪，好有年代感那首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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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确实是属于梦回了，有一些 DNA 动了。那个时候很中二的，那个时候周末，你知道吧？那个时候，你就是玩 cosplay 啊什么的特别中二，就周末大家一起扒舞，就扒 Love Live 的舞，还有 AKB 0048的舞，但很开心。那个时候也没有个正儿八经的舞蹈房，就找一个那种
找个那种有很大，就是当时我们是在一个什么图书馆还是博物馆，我都忘了，我现在记忆真的很有点回想不起以前的具体的一些事情，但当时就大夏天哦，就你像海南那个温度，然后就大家一起在那种，反正就是在那种镜子上面，就只要有一片能反光的地方，让大家一起八五一起排练，就很快乐。小时候真好，确实那个时候就想当少女偶像了，怀揣了一颗真挚的少女偶像的梦，好吧。海南人会在海边跳舞吗？当然不会啦。去海边要开半个小时的车，谁有事没事开半小时的车去海边？幽默呀。你这个问题就好像张家界人会在山上跳舞吗？半个小时在上海来说，就是我来到上海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去哪半个小时都是很正常、很普通的、很普遍的一个时间。可是在海南，半个小时真的很久。我从我学校到家只要10分钟，就离谱。就这儿，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还觉得每天就是要花10分钟回家，然后下午来再花10分钟，很麻烦。所以我初中有一年我很叛逆，我就真的不想住校了，然后我就哭着闹着，就是走读了半年，但是因为我爸妈就觉得中午回家一趟太麻烦了，所以我中午都是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商场的一家类似于那种甜品屋的地方吃饭休息的。然后那半年，那家我快吃吐了，就是每天都在吃一样的菜，然后休息也在那家甜品屋休息。然后就导致因为中午就没办法好好休息，然后下午就会很困，然后那一年的学习成绩就滑落了，然后我就被我妈拒绝了，我就又被丢回了学校住宿。对呀，自己啊。谢谢韩朝姐姐的酒票。又一抹啦，谢韩少姐姐的十票。还好吧。谢谢本月寿星不熬夜的水水的一票。其实也挺快乐，因为没人管，没人管也挺快乐的。谢谢 DYS 一票，谢谢你。在电台吗？你们给我帮我看一眼嘛。下了怎么没给我发微信呀？这个女人。哦，发了，不好意思，是我没看到。
你点了外卖。走吧，带你们去奇境房间电台。Go。错怪了，错怪了，原来是我不回微信，竟是我自己不回微信。谢谢唯物主义水的两票，谢谢你。收拾什么呀？蛋蛋，蛋蛋，糖糖来啦！蛋蛋，摸摸，哎嘿嘿嘿，糖糖也摸摸，啊啊啊！糖糖真的好软呀，小猫咪，哎，摸摸你。阿姨还是最喜欢蛋蛋哦，乖，不要生气嘛。你不要生气嘛，我摸了一下糖糖，他就生气了。你在看什么啊？奇葩说啊？起见，你在看奇葩说啊？阿姨摸摸哦。我发现你最近啊，对荷包蛋很奇怪。怎么奇怪了？蛋蛋，离阿姨远一点，她好变态。你有毛病啊？你是不是有点毛病？你最近的婚姻咋奇怪？咋奇怪了？你最近，我最近一进我的房门，第一句话一开口就是。蛋蛋，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吃醋了？静静，好恶心呀、啊！脸脸，你有病啊！哎，你只点了这个吗？你的。对啊，我说你怎么只点了？那你怎么只在吃这个？没，我还有红豆抄手，吃完了。你给我拿瓶可乐吗？最后一瓶了。好。什么意思呢？你买了一箱，我才喝了四瓶吧？狗屁！我才喝了四瓶，我只跟你说一声，这是最后一瓶，后面就没有了。什么意思？不买了呗？买！喝！赶紧给我喝！你小点声。你看蛋蛋现在都很抗拒你。我是他的妈妈，他该抗拒我吗？他用行动了，表达他的意思。让你小点声，不要吓到蛋蛋了。糖糖，待喝夜舞又续上，谢谢宋茜的王子酒票没续上，我可以给你们，酒票吃一个土豆。他们吃到了才见鬼了。代吃呀，就有的人减肥。谢谢脖子疼疼疼酒票，谢谢李佛酒票，谢谢微笑酒票，谢谢哈尼的一票，谢谢天行者的酒票，谢谢999的酒票，几个土豆啦？谢谢本愿寿星不熬夜水水的一票。好，现在是第一个土豆。这些无所谓不重要的酒票，大半夜吃东西真的好吗？这不是为了你们吗？我就是付出嘛。鸡肉串算不算？算吧。第一串鸡肉串，谢谢宋夏的王子酒票。什么话题啊？如果你很爱的人是伏地魔，该不该和他分开？伏地魔是哈利波特那个吗？不是。谢谢卑微小猪的酒票。就是家里。你是不是有病？这道题是出给哈利波特的吗？
是在等哈利波特上奇葩说辩论吗？是抽给林黛玉的。你要懂。我已经吃了三串鸡肉小串了。干嘛？这个是他刘海飞起来那个吗？对吧？第一反应就是那个伏地魔呀、啊。表情真的好好笑。伏地魔和林黛玉 CP 很火的。但是其实我的第一个论点是，不要因为过分付出就舍弃一段爱情，毕竟最早期的前提是还很爱。好，那我问一下蒋老师，如果分过手，每一个前任我们都很爱，可是最后的结果都可以选择离开，为什么很爱就不能选择分手？对吧？真的很火。现在的情况是你很爱他，而他需要你。如果你舍弃了他，他将承受双倍的痛苦。好了，刚刚那些酒票代吃的朋友我已经吃完了啊。谢谢博的很很很酒票，谢谢李火的酒票，谢谢九九九的酒票。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还好了。嘿嘿，牛。所以我听到的是，你的爱已经消散了吗？散了就散了，怎么？妈妈，我已经直播了一个多小时了，你才看到。谢谢韩朝姐姐的酒票，谢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怎么是我的酒？谢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谢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还很爱。谢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刚刚那个是那一瞬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是因为我那个假刘海没固定了。嗯，谢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太大的时候突然感觉就是来灵感了。谢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谢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我累了，谢谢宋茜王子的酒票。就是以你对奇葩说的了解，你猜会当主播？谢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谢谢你。谢谢你们。好笑啊，屌！谢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先开后结，所以将这有三十秒。谢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有本事你就这样投，我看你能投到什么时候。谢宋茜的王子的酒票。谢宋茜王子的酒票。谢宋茜王子的酒票。谢宋茜王子的酒票。今天看谁先累啊。谢谢王子的酒票。留在我面前的选择，只要我提分手，我就错了。他把爱情的定义的如此之高，代价就是大多数的我们都得不到答案。我们没有三头六臂，没有拯救其他人所有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个翅膀，就想告诉大家，如果你累了，我赢了。是你们在一起的原因，但你依然保有离开的权利。至于是我们期待的结果，但嘿嘿，成为彼此的责任。来，我们给他们两位投票。
薛老师干嘛？薛老师投了他。啊，对对，只有薛老师投了你啊，这个叫关键人投票。Critical voter。他吃呢。见过美化自己的，没有见过自己的。吃完这个鸡肉串就有三十了。薛老师，你是关键人呢。薛老师，你最后一秒变票的话就是五十。对啊，对，那叫关键。好，那哎呀，51-49。杨高明，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就是因为选之前，其实我并不知道姜老师是什么样的人。高明，反正嘿嘿，你要不要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工人偷换技术单位啊？大家也知道我很肤浅，就是当我们海选完了之后，我去那个后台，我就想给自己补妆，就在镜子前，我就看到姜老师在旁边拿手机看我去年的卡段，我那一刻真的觉得我自己肤浅极了。就是姜老师已经开始在了解他的对手了，而我只在想着我什么聪明啊，我怎么跟不上你们了？他刚刚是在开屏吗？所有人都只关注你的头帘。没关系没关系，都是我。我知道你们在夸我，但是你们的夸来得很突然。哎，你为什么要盖着盖？因为我自己的刘海有点少，就是看起来有点可怜。看不出区别了，其实没问题。对，其实蛮好，没什么变化。没有，就是我一直在这个节目，就是之前他们好多好夸吧，是战斗天使，因为我身上好多装备，什么垫肩啊、束腰啊、瘦腿袜呀、假刘海，就是我在一切不雨停除了辩论可以努力的地方，都在认真的努力着为了这个节目。能再敷衍点不？冉高明是秘密一直特别喜欢的，然后刚才乐的基本上就大折叠已经啊，但是票美在啊，真的票美在这儿，你的票投给了。你并不熟悉江好了，齐静坐镇，我吃完了啊。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最你要发出声音，他们电台看不到你点头。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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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然后反应又快的小天使，我觉得姜老师这么半夜吃饭又罪恶又幸福。掰扯出些什么来？所以我觉得姜老师今天很意外，因为我在海选的时候对姜老师。好敷衍的齐静，确实。他在分析。确实。分析我的微表情的时候，那时候就分析的不太准确。你这个鲍师傅买来你吃了吗？吃了呀。你吃完了吗？没吃完。好浪费呀。干嘛？怎么的？你这个眼神什么意思呢？声音太大了。怎么的？你鲍师傅买来过十分钟就坏了吗？谢谢脖子疼疼疼九。过两天那就坏了吗？就现在已经坏了。但我觉得姜老师跟高明的这个化学反应极其的好。对。特别好。嗯。谢。保质期三天，我也爱你。哪天买的？像是那种妈妈肯定有三天了。喜欢一个选手，喜欢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一定期待他有更好的表现。现在已经8月5号了。我要鞭策你，我希望你可以更好更好。哎呀，面包这种东西现在才过期了一个半小时，没关系的，不会死。但是遇到了骑兵，我觉得这个。好吧，奇迹，奇迹，你是条汉子。小提琴家这个技巧特别高的。你吃过意大利菜的帕尼尼吗？一回事儿。哎呀，他就这么一说说，他也不会吃的。谁说的？那你现在吃？好吃。说他把爱里边是说让我们成为一个驱魔师。他的爱成为一个驱魔师来帮你一起驱魔，这种担当在里面有更悲伤的慈悲心，真是非常感人。然后他抓住了他不会吃的，你们放心吧。比如说我很爱我的伴侣，他认为这是一个条件，从道理上来讲正义是非常大的条件，有很深又有很深的层面，但是高明就是太厉害了。所以刘教授在你心里面应该是高明，应该是更高明。对对对。好吃吗？怎么怎么说呢，很寡然无味。我之前也点过，我还特别真这个求见了重庆人的意见，我问他包浆豆腐好吃吗，他说做的好吃的话就很好吃。这么快了，有效率的反击，我觉得有点怪，对吧？有股酸菜的味道。嗯，快了。嗯，我的酱坏了。好吧，那我就只能这么吃了。
你不是还有个酱吗？那个我估计也坏了吧。打开门了。我本来的打算是认为把染缸给放去壮士流那边去，打不开。我当时就觉得是这样子，但现在没有想到是张振宇掉进那个壮士流。我觉得也坏了。你确定吗？哎呀！那我把这个带回房间吃。因为我房间有一瓶好的酱，牛肉笋丁酱，真的很好吃。扔了扔了扔了，我不是那种人。嗯。荷包蛋。哎，身上不是你的跳板小猫咪，痛死了。荷包蛋。他死死盯着。小猫咪。一个渴望的胖子，好笑啊他！吃了那么多东西，什么时候能睡着？马上啊！吃饱就睡，不是很正常吗？对啊，吃饱才会困啊！咬到手了，咬到手了！你不是说最爱我吗？咬你手一下怎么了？我在说他的心声。我的荷包蛋才不会有这么不孝的心声。你们在发什么问号啊？你们不会以为是我要选新手吗？Oh my god！你是刘楚林？谁让你模仿荷包蛋的心声？我希望你们正常一些些。干嘛干啥？全倒了。哦？我看到那满屏的问号，我就知道你们误会了。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离谱。吃了零食就要付出代价。为什么不给糖糖吃？糖糖现在不能吃零食。齐静亲了蛋蛋两口，蛋蛋哭了。你有病呀、啊！他真的哭了，你看。他只是眼眶有些湿。天啊，荷包蛋，阿姨来帮你。你有病呀、啊！阿姨来救你了。放开我们蛋蛋，不要让我们母子分离。放开我们蛋蛋，荷包蛋，妈妈的宝贝。啊，没事的，没事的，小猫咪。没事的，没事的。不要哭，宝贝。我坐在那边就真的想回家。你看，你抱人家，人家哭了，真的是。你不要在这里造谣。不是我造谣吗？刚你们看他眼泪花。他只是。眼球有些湿润。他不是在哭。我觉得振宇可以跟孙玉比一下。他们挺相似的，都是理工。蛋蛋没事的哦。你看糖糖，他也喜欢在那个位置待着。谢宋现在的王子一票。可爱，糖糖。谢谢二号瓜妈的99票啊！谢谢你的99票，谢谢宋现在的王子一票。哼，笑死！糖糖，这熟悉的
揣手，总感觉哎，亲兄妹，快翻一下荷包蛋的眼神。荷包蛋现在眼神像是，有一天我去了别队公演，然后我看到一个熟悉的人拿着一根黄色棒子，你看到你的单推王在底下大喊别人的名字，单推王有点严重了。那你看到你的中推王。何不但眼神真的透露出了女人你在玩火。你看你看好你看蛋蛋，哎呦，蛋蛋，荷包蛋的眼睛瞳孔老是放大，这点真的很可爱。糖糖就不一样，它老是缩起来的，为什么？不知道，小猫都很喜欢缩吗？荷包蛋脾气好。蛋蛋，蛋蛋心大，蛋蛋，你要，你好过分呢！因为每次给他吃零食的时候都会这个样子。蛋蛋，那个，蛋蛋，什么？有人99票收荷包蛋 focus？ 谁啊？先投了再说。给我的99票吗？蛋蛋，哎呦，你又从我身上爬过去。我还有他给你心肺复苏的视频呢，忘了吗？糟了，何不蛋给你谢谢深打糯米纳米冻的99票，谢谢你。好，现在给你拍。嗨。Hello， 我刚刚为了就是说为了做这个生意，我的电台好像自己进，就是说我被自己电台踢出去了。哇，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做法，所以反观你的伴侣，他的做法是不是会让人有点？我绷不住了呀！怎么会这样啊，无语无了个大雨。对啊，我就是去拍蛋蛋了呀，我去录 focus 了。刚刚我电台还是开着的吗？我觉得其实钱是一方面，还有所有的心意，包括他对我的语言表达，我要看的是天啊。我发现口袋真的有很多 bug， 是仅供我杨斌一个人会发生的。读一份儿啊。像之前那个信息，就是消息被吞，大王说只有我有，只有在我的房间会有这种 bug， 还有那个还有什么来着？还有那个语音 bug 也是只有我。有些不懂，有些不理解。又开始，各位，我们是个绿色电台啊。有的人说着绿色电台还在抽啊，不行啊。谁被淘汰了？不认识。本身就不关注这个节目。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糖糖，为什么要吃纸啊？
说实话，每次叫糖糖都觉得在叫那个发型师姐姐。星空下散步为什么是玄学？那什么，我的那个陈元光呢？什么东西啊？是一种权利，但它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我愿意让我的孩子拥有一个更安稳的环境，难道这个错了吗？大家都用来计较的这些客观的东西，不代表是对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他对于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你最轻松的陪伴，你和他一起成长。哎呀，你说挺好。有钱朋友送我很贵的礼物，我要不要？郑诗琪有在联系，还有在联系，还约了约了宋雪王跟他吃饭呢。没逃单，这不是在电台吗？不会大家都是刚刚才点进来的吧？不会还有人傻傻在那个电台等待吧？不会吧，不会吧。Oh my god， 小傻瓜，哦哦，得。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礼物，秘密不管是收到礼物还是送出去的礼物，让你感到最愉悦的经历是什么？前段时间十一的时候我在家，那天可能也心情不太好，然后点了一份外卖，那天天气也特别不好，布丁的佛然后外卖员那得999票，然后给我送外卖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一点点迟到，很抱歉。然后我开门，因为布丁的妈妈住的房间离我有点远，快乐就是开心，就类似于这种吧，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可能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但我觉得那句话对于我那天来说是很贵重的，我的脚很宝贵。给他打赏，用了你半个月的工资给他打赏，送外卖。对，踩着钻石录取的。最嗨的是人家最新的那手机，我办公桌一堆。我是人鱼，你们知道吗？我每一走的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走路。就可以变成一个极品人，对不对？咱们换一个词儿行吗？叫电子产品试用的都行，什么叫极品人？这个弄得我的干嘛？给你们唱首歌，你们就能相信我是人鱼了。两只老虎爱跳舞，哎。对，所以其实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推荐大家。我的歌喉很动听吧，这不是人鱼是什么？哎，你们一点都不懂我的梗，聊不下去了，我绷不住了。怎么不懂我的梗嘛？哭一个。我都唱成这样了，你们怎么还不玩我？司机师傅停在这儿就好。去笑啊，不好笑。你是不是最近有点飘啊？是我提不动刀了是不是？琴最近真的很飘，有点欠收拾啊。总选没心情打你，总选玩，太玩了。这段时间，我会好好陪伴你。你刚刚的表情跟王瑞琪一模一样。王瑞琪太好笑了，我就没有见过这么好，这么容易被王七金欺负的人，而且他怂的真的很快。同学们，这就叫做一物降一物，懂？而我就是食物链的顶端啊。
谁是食物链底端呢？朋友热爱的是王瑞杰还是吕一？热爱期待都在京东上面拿捏的。你仔细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琪琪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选手这个一v一啊，就是大家这个节奏现在进入了那个疲劳的状态，你们想看热闹吗？如果你想看热闹的话，我组织一个热闹给大家看好不好？好。就是自从薛兆丰教授来到奇葩说之后呢，他俩要 PK 了。他独特的人设，傲立群雄。傲立群雄。老师来到了奇葩说，两位教授之间一直有一些。几点了，朋友们？电光火石之间的东西。经济学它解释了很多事情。快下播了。两点钟我就下播了，让你们去睡觉了。Nice， 这么想不想听我电台是吧？谢谢本月寿星不熬夜的水水的一票。就这么不想听我电台，懂了。我懂了，不，我就要下播。叛逆了。所以经济学不是学术的皇冠吗？它是学科之一。爱你们哟！一门语言的艺术。爱你们，爱你们哟！谢谢灿灿的一票。我们今天决定把所有这些都摆到桌面上来。不可以不爱，谢谢全糖大白兔奶茶九票，谢谢魔术小黑的一票，爱你们爱你们哟，很爱很爱你们哟，谢谢陈小甲的九票，谢谢天行者的一票，我们请他们来进行一场一 v 一的开杠，波波，两位导师台上请，贴贴。爸爸，谢谢银行在逃印钞机的一票。谢谢费兰的99票，谢谢你的99票，谢谢韩超姐姐的一票。这个点没睡觉的人还是哇，现在直播间人数是520哎。刚刚好是520。谢谢甜妹在吗的一票。这个两位导师，一位是哲学教授，一位是经济学教授。睡着了起来开心，谢谢每天学习六小时一票，谢谢宝贝清醒一点的奶茶。哪个更有助于找对象？你们可以下去下播，对，不是你们，你们可以关掉手机睡觉了。怎么这个点我都直播两小时了，谢谢全糖大白兔奶茶奶茶。早点休息吧朋友们，在这个点还能见到大家很开心。爸爸教授请留步那个席，来两位剪刀石头布吧。晚安好，我先说吧。谢谢大家今天晚上陪我聊这么久，然后谢谢大家每个人的每一票，谢谢你们，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宋茜的王者九票。然后我要下播了，我们明天再见吧，晚安，拜拜。